澳门闽台总商会会长史龙川，在此代表澳门闽台总商会祝第十五届湘台会及首届海峡两岸产业合作耶路山论坛圆满成功。我是中华海峡两岸企业交流协会理事长梁文斌，本会非常荣幸接受海峡两岸产业合作耶路山论坛筹委会邀请，担任论坛倡议发起人之一，热烈祝贺耶路山论坛圆满成功。各位尊敬的领导大家好，我是台湾鸿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三润，同时也是我们台湾海峡两岸文教经贸宗教交流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在此代表我们两岸交流协会来预祝我们大会圆满成功顺利谢谢各位。我是台湾陆病学会暨台湾跨境医疗协会理事长黄淑珍，在此祝福湘台会暨岳麓山论坛的召开顺利成功，谢谢。大家好，我是南台湾经济文化暨产业联盟的理事长魏荣进，在这里也先预祝我们大会成功顺利，谢谢。大家好，我是中华经济区域战略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雷祖刚，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并敬祝各位与会的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海峡两岸产业先进及参加海峡两岸产业合作玉露山论坛的各界领导女士先生们大家好，我是台湾科学园区同业工会的秘书长张志远，仅代表台湾科学园区同业工会恭贺本次会议成功召开，两岸合作其利断金，大家一起加油。预祝呢大家呢在今年的开会圆满成功，大家呢收获满满，两岸的情感的交流以及大家实质上面的合作都能够继续往前推进，恭喜大家。